3月17号，炫酷歌手黄子韬现身长沙，以代言人的身份为2017快乐男声的正式启动助阵。当天起的墨镜，整个人酷劲十足。作为本届快男代言人，黄子韬对参赛的选手送上比赛小贴士，希望遇见具有个性、音乐态度鲜明的快乐男生，同时也透露在他心中，一名快乐男生对音乐该有的态度。对音乐的态度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。然后呢，我今天来比赛，我希望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。不要害羞，我觉得接下来决定参加这个比赛，就把你最好的实力发挥出来，展现给更多的人啊。好，就是干。之前不少娱乐圈的前辈给予了黄子韬很多鼓励，当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，黄子韬表示很感恩，并且表示在人交往的过程中需要真诚。其实就是这样，不管你是你多牛逼也好，你多有钱，你多有实力，多有地位，我还是在你面前我还是做我自己。如果我不喜欢你的话，不管你是谁，我话都不会跟你说一句，就很真，把我最真实的一面。我觉得如果想要交到朋友的话，男朋友也好，女朋友也好，还是谈恋爱，我觉得真心是最重要的。